天地玄宗万气纷纷，王修豪杰正无神通，三界内外唯道独尊，体有金光复应无神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养育群生，手持万变神游光明，三界是为无敌四应，万神朝礼一时雷霆，邪妖三丹尽快忘形，内有霹雳雷神阴兵，龙辉交彻武器腾腾，金光速现虎符真人。Thank you.
悲观修一切成我身，三界内外回到度真定有金光护佑无生，时时不见停止不闻保罗天地养于心，从此万变神有光明，三界是为无敌势力，万神朝地一世雷灵鬼妖三丹金怪王，雷有利利雷神阴命东归教者无气腾归金光速现国不真呀人啊。天地天作化地光能化修一切成无生，杀给内外为道路存地有金光福音无生，时日不见地之不问保罗天地压于群臣，从此化灭臣有光明，三界是为无敌势力，化身超力一世雷霆鬼妖三大金怪王，雷有霹雳雷神阴兵东归教者无气腾腾金光速现不复真人。天地玄宗观其本根光修完结神无神通，三界内外为道不尊，地有金光佛阴无生，死之不见停之不闻保罗天地养有心生，受此万变神有光明，三界是万神朝里一世雷霆鬼妖三丹金怪王星，雷有霹雳雷神阴命东归教者无气腾腾金光速现不复真人。天天众满地滚滚共修一切金光三界轮回为道道尊，地有金光无影无形，气气不变定气不滚，八罗天地养有本性，雄气一变金牛光明，三界气为魔的自应，万星天理也是雷霆鬼妖从丹金怪王应，对有别别雷心文明当为高铁马蹄点点点放洒烟不我家三代将来，万象齐奋。
悉坦坦金光出现佛佛真人Yeah.
全宗万气本根广聚豪杰真无神通，但见内外为道主尊，体有金光辅应无神，持之不坚停之不稳，暴露天地扬云群臣，手持万兵神牛光明，但见四位无敌神影，万神朝礼一支雷霆，鬼妖张丹几怪妄气，内有霹雳雷神影，东回交车武器腾腾，金光诛仙伏虎阵。Thank you.